迷你就是这样，你打一个点它永远打不中，但是你要移动的，你要这玩意儿，你就要给它往迷你这主要是往外泼子弹，就这种泼子弹，如果有人跑这种泼子弹泼车，迷你这个是最准。迷你，我现在灵敏度不用太高，120，让我120、150，别太高，别太低就 OK。啊，他这个90帧用法好快啊！最后往外泼，迷你就比手快，他的伤害太低了。迷你拿他点人，你还不如用16点。迷你就靠子弹，靠子弹往外泼。不开心灵敏度，我不用啊，那玩意用不用？来销毁啊，能量石，跟枪怎么练？看啊，看啊，跟这个。别站在我前面，我操！跟枪你就打这个，这人在我面前吃子弹呢，对。又没枪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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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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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玩意没后坐力，这玩意，不然就这么玩拿它当单点步枪玩就都行，你知道吧？我六倍镜灵敏度不是调这个，你知道我用四倍镜给你点。谁？这就这就这子弹，谁能扛住？这七爪子弹，远一点你就这种点，近一点100米、150米，就速点。这破照死，碰照亡。来，陈四楼的能量石，OK。到这里看超话，差点把净水忘了。